黃毓民議員。主席，我今次就呢個第二項合併辯論咧，呢個係第二次發言嚟嘅。咁就主要咧，我就要講呢個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咁啊，呢個修正案嘅第14、17、38啊。咁啊，14咧就係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辦公室就負責行政長官官邸家居服務嘅人員薪酬及相關開支嘅全年預算621,859元。另外咧就係、是、修正案嘅第十七項啊，咁啊總目21嘅亦都係屬於呢個行政長官辦公室呢部分，亦都係呢個第二項合併辯論嘅範圍，就係、是、削減相當於行政長官全年薪酬，包括薪金同埋非實報實銷酬咗津貼嘅預算開支50,567,520元。然後第三項修正案亦都係我提出嘅第38項修正啊。就是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非實報實銷酬助津貼的全年預算開支834,200元。咁我呢啲修正案嘅即係目的咧，好明顯就係認為呢一位行政長官咧，所謂行政長官啦，因為我唔會承認佢係一個有認受性嘅行政長官。咁但係個政治現實咧，就佢就負責治理香港，係咪？我提出啲修正案就只不想突顯一個即係好明顯嘅一個目的或者意義，就係、是、此人並不稱職，係嘛？所以要減佢人工同埋津貼，係嘛？咁啊理由就梗係好多啦，係咪？我喺第一次發言嘅時候我都講過，要講呢位老哥咧689咧，我要講一日都得嘅，係嘛？我而家即係只係將一啲要點咧寫喺呢度就已經咁大沓，你話我可以講幾多次啊？擔保唔會有重複。OK 啊，佢係一個即係你按照往績你睇到啦，過去呢年幾兩年，包括再推翻前啲喺嗰個小圈子選舉期間，此人毫無誠信，人格卑下，中意講大話，係咪？呢啲已經係佢人格上邊嘅缺點，係咪？咁大家從過去呢兩年睇到好清楚噶啦，係咪？挨黐必報，係咪？對於異見者，係咪？挨黐必報，唔啱聽嘅。就明嘅又嚟，暗嘅又嚟，系咪？乜都做齐，即系已经系人人都即系睇得好清楚嘅。你话如果呢个行政长官啊，佢系香港人一人一票选出嚟嘅，晨早俾人踢走咗啦，已经仲可以喺呢度指手画脚，系咪？然后仲影响我哋嘅即系生活，系咪？各样都系由佢所制定嘅决策所影响嘅。你而家睇到而家成个特区政府，第一，喂。嗰、那個所謂施政失誤，一浪接一浪。嗰啲局長周身危，而家坐喺呢度聽緊我講嗰個最高民望噶啦。不過你小心，功高震主。以梁振英嘅性格，有朝一日咧，你都有危險。我話俾你聽。不過我對高永文係咪，即係有啲信心。即係佢畢竟咧，即係一個即係啊醫生，係咪？咁你而家去做呢個所謂問責局長。咁你都投都痕㗎啦，我話俾你聽啊，政治你唔識搞政治啲污糟邋遢嘢呢，你而家慢慢去見識下啦，我話俾你聽 ,ok? 可能做埋呢兩年你就覺得意興難生，下屆都唔使預你都未定，係咪？你唔好發夢話你民望高有機會選你做行政長官啦，呢、這個即係有人一提你就瓜得㗎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以梁振英嘅性格，係咪？政策失誤就固然可恨，係咪？但係梁振英佢面對個港人或者面對民意嘅時候，嗰種唯我獨尊、朕意已決啊！呢啲咁嘅即係面孔咧，更加乞人憎。我話俾你聽啊，好啦，對港人就咁樣，對共產黨咧，誠惶誠恐，係咪啊？唯唯諾諾，必恭必敬。喂，對廣大嘅群眾你係咁樣啊？共產黨唔係咁噶嘛？阿主席你最清楚啦，係咪？共產黨係喺群眾嗰度嚟噶嘛？係咪？真嘅好，假嘅好，歷任嘅即係中國領導人，佢都好鍾意走去啊，即係周圍視察，即係表現嗰個親民嘅形象，係咪？呢、這個689一落區，就一大棚人，係咪？有警察，有黑社會，係咪？咁你有冇見到習近平落區？係咪？一大棚人，係咪？然後有警察，有黑社會，公安，你有冇呢？係咪？梁振英
即係六八九咧嚇，係中共地下黨員，就人所共知。嗱喺舊年五月九日出席答問大會嘅時候，佢又喺度大讚呢個中共過去不斷嘅所謂肅貪倡廉已經取得成績，港人反對呢個四川省政府啊，即係捐盲捐啊，所謂一億俾佢。就有啲失實同埋過火嘅指控，我最記得㗎喇，因為當時我喺立法會財委會即係嗰一段發言三分鐘，我係反對捐一億俾呢個四川省政府。我嗰段視頻啊，主席你都唔知知唔知，喺內地竟然可以過到關，講緊係幾百萬嘅點擊，搞到我無端端成為內地好多人熟悉嘅立法會議員。我話俾你聽，他说即是香港人反对向四川省政府盲捐一亿，这个是有些失实和过火的指控，不应该不捐的。还有呢，他特别提到大多数勤政爱民的内，即对这大多数勤政爱民的内地官员有失公允，对维系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亦都毫无帮助。唉，中國共產黨治下呢六十幾年，近呢三十年，特別係即係呢個江澤民主政嗰一段時間，再加埋胡錦濤呢兩條友加埋呢廿年嘅時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貪腐嘅國家，計數就得㗎啦，主席，係咪？好多具體嘅數據，包括今天呢個習近平反貪腐同黃岐山兩個反貪腐所揭露出嚟嘅。那個貪腐的醜聞和實質的內容，你就知道中國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治下是成為有史以來世界最貪腐的一個國家。王議員，跟你現在這個議題有什麼關係？我希望主席你提醒我，就不是因為你愛共產黨，是不是？我是指出一件事，我整個論述很清楚的。第一，面對民意的時候驕矜自負，是不是？面對共產黨的時候必恭必敬，誠惶誠恐，是不是？還要護短。所以我舉出他批評香港人，批評即係呢個四川省政府係嘛，賑災不力，唔應該捐一億俾佢係失實指控，對大多數內地官員唔公平。跟住講呢個中國嗰、那個所謂肅貪倡廉，即係好有成績。咁我就話呢條友嚇，即係呢個六八九真係，如果唔係無知，就肯定係無恥。如果你唔知嗰件事，你唔知道中國係即係有史以來最貪腐嘅國家，全世界。咁你就無知啦。如果你知道而講呢啲說話，你就無恥啦，係咪？梁振英竟然話大部分幹部勤政愛民，就批評警惕中共貪腐，即係嘅港人係即係啊呢、這個，我覺得佢係顛倒是非黑白啦，係咪？只係為咗奉承中共，呢啲論調竟然出自一個管治香港人嘅政府之手。呢個係叛逆政治倫理。梁振英一個唔會以本地人感受為優先，不惜傷害本地人民以取悅中共政權，本身就係共產黨嘅奴才，絕對不能管治香港，仲出糧俾佢。第二，梁振英成日吹噓自己係自由行之父，真係多得佢唔少。自由行造成租金暴漲、通貨膨脹，係咪？本地零售單一化，最近立法會秘書處做咗個調查，係咪？呢個自由行都係令到個零售業偏向單一化，係咪？化妝品啦，係咪？嗰啲金鋪啦，係咪？令到嗰啲其他嘅嗱，呢啲全部都係主要嘅零售，因為自由行所帶動，又帶到嗰個租金暴漲。其他嗰啲零售業、家品店啊、文具啊，其他嗰啲啊，即係又要捱貴租，跟住排隊執笠，成條彌敦道周街都係金鋪、藥行，係咪？嗰啲藥行賣咩呢？賣粉、尿片，係咪？然後高檔啲就係海味，係咪？梁振英佢即係面對
一啲即係質疑關於自由行嗰度，特別係喺呢個答問大會裏面，我記得佢就話咧，周邊好多國家同埋地區咧非常羨慕香港今日呢個情況。佢完全係無視港人受大陸旅霸水客有輪嘅苦痛，係咪？佢亦都無視最近個個禮拜都有人去唱紅打黑驅黃，香港嘅族群衝突、中港矛盾由自由行所帶出嚟嘅。點解你唔去檢討呢個自由行嘅政策，仲反為要去推波助瀾、火上添油，係咪？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係咪？所謂特首呢、這個六八九有冇去檢視一下呢個政策，係咪？究竟個利弊之處喺邊度？係咪檢視之後痛切反省，要加以檢討，係咪？要理解香港人嘅感受，係咪？周街屙屎，係咪？你咪要理解香港人嘅感受啊！蘇錦良局長話：對啲屙屎嘅人要包容嘅，你寄啲屎俾佢，佢就唔包容啊！報差館啦，已經係咪？唉，好多嘢咪又係自由行咯，阿哥，係咪？咁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當然而家目前自由行對香港嘅零售業佢係有啲幫助，但係對整體嘅經濟幫助有幾大咧？數據好清楚咁啊，佔 GDP 有幾多啫？係咪？但係我哋付出嘅代價就好大啦。所以早前，譬如話我哋立法會有啲同事，可能人民力量提出咩徵收呢一個旅客陸路入境税。咁佢又回應話：不能喺徵收有關税項嘅同時，期望內地唔會徵收香港人嘅入境税。哇！你真係真係有槍一槍想打瓜佢咁滯，真係。俾翻你。顛倒是非，係嘛？你究竟企喺邊度講説話呢？你唔係企喺香港人嗰度講説話。哎呀，你收佢入境税啊？佢係收翻你嘅啫，咁樣收咪收咯，大佬，係咪？有好多時，而家我哋睇到內地嗰啲所謂恩主心態又好，我關照你香港人啦，係咪冇我哋水你都冇得飲啊？係咪東江污水越山來？佢又唔諗下我哋每年俾幾多億係咪去清理啲污水，俾幾多錢佢係咪？喂，你嗰啲柴米油鹽唔使俾錢㗎，係咪？嗰啲民生必需品輸港唔使俾錢㗎，仲而家分分鐘去食啲黑心食品，係咪？全部啲政府有責任去檢視啦，係咪？高永文作為食衞局局長，喂，佢都好關心啊，嗰啲雞啊，係咪食品啊，個食物安全啊，大佬啊，啱嘛，係咪？啲雞就因為大陸雞同香港雞撈埋一齊，有一隻大陸雞有事，全部香港雞殺曬，係咪？呢啲又唔講，係咪？即係有啲議員提出呢啲意見，你咪聽咯，係咪？你唔係要反唇相讥，哎呀，你要收入境税啊，人又收你啦，係咪？但現時每日有成十萬名外地旅客嚟香港，同時有十八萬名啊！香港嘅居民前往內地或者工作、讀書、旅遊，係咪？老實講啊，最近東莞掃黃啫嘛，係咪？係嘛？如果唔係，你如果計下旅遊貿易，究竟係逆差定順差呢？係咪？24小時通關，香港啲麻甩佬真係大陸野遊，係咪？你話使幾多錢啊？一個東莞，一個深圳，喂，嗰啲流動人口千幾萬從事呢啲咁嘅工作嘅，喂，邊個養起佢啊？講啊講，香港人都唔會講呢啲嘢啦，唔會講恩主心態啦，係咪？稍為而家即係經濟即係好啲，係嘛？咁啊已經就係即係覺得自己好巴閉啦嚇，話你香港人唔抵得大陸經濟好啊，所以而家咧就有呢啲咁嘅排外心態，要不得啊！喂，大佬，你諗下，你四個現代化，邊個幫你四個現代化？大陸嘅工人、大陸嘅工廠最多邊個咩？香港係咪香港人去投資啊？係咪養你幾多大陸工人啊？點樣推動呢個四個現代化？你個經濟改革開放咪靠香港人啊？香港人都冇講啦，主席，啱唔啱？我話俾你聽，你又唔使提我咁大答，係咪？你不如提下第二啲人好過啦。我第二次發言嘅啫。我係逐條數佢嘅，有排而家講自由行，咁我梗係要借題發揮啦，啱唔啱？即係其實喺呢度唔係拉布嘅，我係就我修訂案發言嘅，主席，句句都係有內容嘅，係咪？嗱，而家仲有幾廿秒，你俾我講埋佢，係咪？句句都有內容嘅，可以反映到香港政府嘅政策嘅不堪嘅。等我啲睇緊直播嘅人長下知識啊，長下見識啊，用大陸嘅術語嚟講，啱唔啱？我呢度後面仲有一大堆啊，不過最近我呢兩日精神狀況極差，係咪？如果唔係有排噏添啊，係咪？嗱，我一陣間咧
即係轉頭我都會噏嘅，咁而家大班人喺度，唔使驚。